对才有哈。 Thank you.
鲶鱼，应该还蛮好吃的。哦，还有一尾小花生。可以吗？谢谢。哦，这是在盘顶头抓的吗？对。好厉害哦！要加，这多少加？谢谢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第一次赚到那么大。谢谢，有可能。你在几号店？在哪里？哇，好大只！可以拍吗？拍。哦，小只。是什么鱼？秋菇。秋菇啊？秋菇。哦，它是石雕。啊，石雕。对，传说中的石雕。石雕很贵哈。哎，这个小的应该还好了，几百块要吧？通常一公斤大概1000块上下，1000块起价，然后那个半公斤的，差不多。对啊。可以看吗？石雕。可以看吗？谢谢。你也是大的石雕。我也是大的。哦，那么几家？要。不是啊，从来没有想到过。谢谢。想到你就放弃了，多可惜啊！哇，今天石雕那么多，今天好多只大石雕啊！哈，这是比较大，这应该有两公斤，应该一两公斤，差不多有两公斤，一公斤半有了，对，一公斤半有，一千多吧，不止啦，差不多一公斤1000多吧，1000多，一公斤可能1700吧。可以拍一下吗？谢谢。小石雕。哎呀。石雕哦，石雕，哪个礼拜六？哦，好厉害！啊，我厉害！哎呦，这个礼拜六吗？哦，下个礼拜六。谢谢。下个礼拜六你要过来哦。好多小朋友，龙一啊，你敢知影在啥物？你会翕相，你知影在啥物？他讲回去耶。好一下，是红。不是红干吧？应该是干身类的。干身类，但是一时间不知道。因为它太阔是吗？北干吗？白干吧？青干是吗？看这一个是青干嘛？看这一个是青干嘛？这个看这一个是青干。因为红干的这个会比较短。对，啊这红干没有这一条。对啊。但是它又太扁身。对啊，应该也是不错啦。你说冰心这么多。新鲜就好吃就对了。对，我想说你常常在那边拍，不是有经常看到你在那边拍？对，但我还在学习。还在学习。谢谢。那个，谁家？他是说我呢？哎呀，太大了，他人够他的。黑毛尖不少。